你们都穿过毛裤吗？毛裤，毛裤是毛线。我说的不是那种毛线款，毛线红裤衩。毛线裤，穿过毛裤吗？说有了我就可以接着说。穿过，这简直就是造谣！谁会穿毛线的内裤呢？真是，真是太可爱了你们。我们小时候呢，就北京特别冷。所以到冬天呢，我妈就逼着我们必须要穿上毛线裤，所以那个颜色当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真是眼前一亮。到了冬天上体育课，然后体育老师说你妈待会儿到厕所都给把毛裤脱了，跑步的时候影响步伐。那不应该更走快一点，让自己赶紧坐下来吗？我眼前的其他的同学们，他们的毛裤都这么痒着吗？还痒着呢，痒着了。然后我再看一下我自己毛裤，想确认一下，我那两条腿就跟两个有毒的毛毛虫一样。有毒的毛毛虫一样。没有穿过毛线的内裤，你不懂有多渣。如履薄冰，你不懂，每一步都非常的艰难。我要是你穿毛内裤，我就赶紧走到那儿，然后坐下来还舒服点。